Hello， 美女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这个球拍多少钱？这球拍是699。啊，怎么这样贵的？是的，因为这个球拍哦，你看它的颜色很漂亮啊，而且又是 top brand 来的，所以它的价钱是有一点高，而且它的 quality 也是很好的。哦，这样 OK 啦，我再看其他的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件呢？这个嘞？这个嘞？多少钱啊？这件？这件是329。哦，有点贵哎。我觉得这个衣服很适合你，你要不要试一下看？试一下哦。好，你是什么 size 啊？ S。S 啊， OK， 我去安排给你。OK。好。哇，很漂亮哎，美女，很适合你这个衣服。可是很贵哎。美女，不如这样啊，我们一起打球，如果你能答应我，我就送你李宁 full set 的装备，好不好？打球肯定可以啦，一定赢你的。你是陈文宏，完蛋了啦！你是陈文宏，想答应你哦。啊，你不懂的啊！刚才你不是很有信心要答应我的吗？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啊，真不能啊！我哪里打得赢你？我回了，回了。哎，不要回耶！来到球场啊，难道不要打咩？哎呀，来啦，帮你一点啊！我们打11分啊，11分我们打单打。如果你赢到，你拿到5分就可以了。你拿到6分啊，就是5分到6分啊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马上带你去李宁的专卖店，然后送你整套的装备，刚才讲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 offer 一点啊，给你6分就可以了，你拿超过6分就可以了， OK， 可以吗？可以。OK OK， 马上开始。说我们看谁开球啊 ？OK， 你先发。OK， 你的大概是6分啊。OK， 现在开始。1-0。1-3。Follow it.
实虽然我输了啊，你到大概也要六分，但是比赛没有完嘛，我们打十一分嘛，我们打完这场比赛。但是我输了啊、我输了什么，我输了李宁的装备给他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洗个澡，然后我们要去啊、李宁装备店跟他选东西哦，不要选太多诶。 OK， 我尽量，不要害我破费。给钱喽！哎，改啊，够力啊喂！包盖都破洞了嘞，哎！给你少一点嘛。谢谢你送我的礼物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改天介绍多点美女来跟我们一起打球。可以，没问题，下次再一起打球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啦 ，OK， 拜拜。国松，继续奋斗吧，兄弟。